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日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样子的发型，因为之前很多人问我没有刘海怎么办呀，没有发包怎么办呀。那么这次的发型呢，就是既不用刘海也不用发包就可以做的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出去一晚，望天插间连缀云卷，炊烟依旧映染阑珊，夜雨催逝旅人馆。登楼迎风，后月一盏，提线那曲醉边发乱，莲花楼船一尺一环，西窗不对眉暖，前生悠悠，笛声远，茶色如酒，难入眠，方听见后月一盏，提线那曲醉边发乱，莲花楼船一尺一环，西窗不对眉暖，琴声悠悠，笛声远，色如酒，难入眠，风听千里外，谁寄花间来，是鸟是鱼是青苔，琴声悠悠，笛声远，茶色如是与是尘埃。砖瓦房，老城墙，水晶箱，那是半夜带了
桥断，夕阳长，水车转，淡淡一角上了客船。环节呢，就是新买的两把颜值特别高的刷子，颜值特别高的梳子。然后它的颜色，它有两个型号，一个是大的，一个是小的。然后它的那个梗是透明的，特别好看，然后非常的软，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梳子用来梳头发，非常容易的梳开。这个是大的，这个是小的。看小的这个，今天上面是粉红色的，特别好看。然后是透明的这个梗，手感也非常非常的棒。那么这次抽奖呢，就是要抽两把这个梳子，一把大的，一把小的，抽给一个人。然后这边抽的是两个颜色一样的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那么抽奖呢，我就放在微博抽啦。购买的地址呢，我也会放在评论里和微博里面。如果没有抽中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可以自己买一下，也不是特别的贵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